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花丽。最近金石贸易美甲真的是超火，特适合春夏哦。今天就分享三种金石贸易的教程，喜欢哪种做哪种。第一种是月光石金石贸易，会用到极光粉，把极光粉咻咻一下蹭上去，不同角度的光感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用金石贸易胶刷上去，此时轻轻一推，布灵布灵的感觉就出来了，很高级，很温柔啊。喜欢有点个性的，还可以试试这一款，透粉色打底两层，刷上猫眼胶，边缘轻轻推一下，变身宽猫眼的即视感。然后包一圈光疗胶，蹭上香槟色魔镜粉，是不是效果又不一样呢？最后一个就是做成法式的效果，做法大致相同，只是增加了香槟色的法式包边，没想到可以这么温柔。金石猫眼简直就是仙女本甲了，做出来就是闪闪小富婆。做了美甲的软萌会不会每天多看自己手100遍？反正我一直都是。觉得还不错的朋友，记得关注我哦。